是了，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2024 CLPL 春季赛常规赛的比赛，对阵双方分别是 W 和 ISTAR 来到双方 BO3 的决胜图新姑苏城，率先担任保卫边的是 ISTAR， 率先担任前伏边的是 W， 开局上来这就是给小斌打了个99啊，这个雷也是经常见到选手们会用的。嗯，在没有 M4 和 QBZ 的情况下，步枪手的一个选择是Scarlet 和 M14EBR。基本上都是一个这样的情况。是，水下双游，嗯，经典。兄弟露头了，再往前走，接着游，这就有声了。是，告诉你水下有人，嗯，但是大部队要往哪儿走，还是要做一打算的。虽然名牌告诉你我水下有人，但是其实我埋了颗钉子。水底下有鱼雷，这有几个你是不太了解的。嗯，反正我露出来的时候是两声。对，吴奇隆前点着 A 大先贴住。嗯，小心闪光。哦，吉平平先把阿伟给打掉了，自己这边是主动出击啊。对，长廊 B 区的一个位置做了一个主动。警房的方向也在伺机而动，小兵这边血量不是很多，要打 A。这个时候，帅风直接从水下钻出来了，收掉了残血的小兵。嗯，看打回防了，给包点一颗雷。哦呦，这颗雷好痛，大半管啊，吃满了。小雷来了。这个时候怎么办？四打三的一个回防。小心闪光。啊，哎，盲点了，这波盲点出大问题了。那你 A 仓那个房一旦掉了，你这水井房没法看的呀。过来再打一个，只剩帅风了。帅风强行扛一口，四六，我已经在拆包了。石心收掉了帅风之后，那第一分也是被这边一四二拿下。目前比分1-0。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。上来给包点的这种进攻的意图还是比较明显的。嗯，要提吗？想提。主要 B 区这个烟雾弹你出，说实话是有点难出的呀。哎呦，直接找到了。第二楼的掉了，那赶紧正门要动了。这一波要直接夹我，哪怕你换我一个我也认了呀。对。但是换两个是不是？换三个那就那认不了啊。那太难认了。换三个半。认不出来了，这波，石心手枪在解决掉帅风，我去，有点慢，嗯，就是全在烟里没出来。你把这第一个打了的时候，你后面二三号位就应该出烟了，太慢了。你把二楼已经打了，最多对方包点还有一个，就哪怕他身位最快的话，也就是包点的那一个人。只要你二楼其实对这个长廊也是有一个辐射的作用。对啊，这就有点尴尬了。看一下这一分，宝彤，先看看，嗯，这个点位该架还是得架一架。虽然说这保卫方这个进水井，然后这个反绕做这种反绕的时候确实是少，但是你该架还是得给到尊重。这个点位真绕出来个水鬼，说实话，受不了，真受不了。A 大集合，嗯。这波又是要直接打 A 吗？其实这个战术很简单，从我们目前来看的话 ，W E 没有太多拉扯的东西。对，就是来我就是一波，来我就是全走。吴奇隆应该掏了吧 ？A N 九四啊，这是是吗？啊，好像是的。嗯，看这个枪模应该是的。给闪，给道具。吃道具了，警防要先保命。站位被阻隔开了以后，就看警方能换几个了。阿伟过来要直接找吴奇隆，收掉了小兵。A 大，守 A 大。A 区炸弹已安放。不买道具。冷冻吗你们？这方没见明，全是左右守长的。这名牌来的。A 房。主要是 A 房也没掉，嗯，
那没了。对，水下啪的啪的就过来了，没办法，他漏第一声的时候是肯定能听到的。嗯，那个位置你控制不了。是。还要来 ？W 觉得这招好用，我等你。等你这个烟都没散，我直接打道具来。怎么说，一招先吃遍天。这个时候时间并不打算在后点去打了。哦、哎呦，小雨，小雨和小斌两边左右手一个双架，小斌是扛住了。是，小雨这个前点他第一时间吃了一颗究极满闪，而且好像是队友的闪，这就更难受了。几名品收掉林业，那这样的话 ，Easter 再拿一分，让他们见识一下我们的厉害。队友的闪，说实话太恐怖了，肯定是队友的闪，我刚看着呢，队友的闪，马看见什么是人决定的，你看见什么是我决定的，这包点丢出来一个闪，小雨正面直接全裂开，满白。满白，等他这个闪还好以后回来，已经过去一个了。嗯。想这把中路夹，想中路夹这把。看中，我再看中。别打，我感觉他不会来了。我不瞅了，留着两个点行吧，留着。可以，你去哪儿啊？别打他，现在手雷来了。以后别打杀了我的，把你知道了，知道。打野直接帮二平，冲门在。烟了呀！我回中路看。那我看中路和 B 就行了。中门还有烟吗？没了。啊，那你看着。B 大一会儿上不来了。一会儿 A 带封烟，给我两雷。听我说，一会儿 A 带封烟，今后我不看了，我不让你们去关正面了。烟雾弹，小心闪光。帮，进来，帮，中门我管。中门来不了。不来。小兵，往后闪。A 上就俩 ，A 上就俩。包点来了，小编先收一个，再定一个。这个摇头，右边还有人。他两边都要带时间差，没办法。对，这真没辙。这四六这回防真难打呀。嗯。井口有，但是找不到人。感觉包点也有，殊不知。暴童加了一手二点啊，这反应过来了。警方找，背身来了，背身来了，没办法。出发吧。这 A 仓占两个，确实是有点难想。嗯，本来就觉得只剩一个暴童在那儿嘛，这几颗闪是令人挺痛苦的。手雷来了。没爆点，第一时间门左门右铁有一个来了，速度快，你根本就没想到，是回来以后再打一个，爆点干净了呀，那这又要打 B 半区回防了，坏了坏了，拉扯麻了，这波来的速度太快了，得叫暂停了，这肯定得停一下了，是，现在已经是各个点位单点就已经解决问题了，嗯。小雨甚至没了道具之后，把这自己玄武里面的震爆弹也掏出来了，是，能扔的全扔掉。嗯。烟雾里面先打一个，但是帅峰这个位置，俩人的位置有点挤啊。帅峰这个点太优秀了，是 MLCB 啊，你是白虎，我穿不动我。对。对，就正常手就行了。能拉一大吗？能拿。有位置吗？有位置，我有位置。你们墙上墙后闪身，拉他一把。来吧。要我们吗？不用，看看中门。太憋屈了，我操！那你把路看够，还去 B 打？你俩去，我自己玩吧。对，你把路有位置去吧。你听我说，接下来几分咋守？就按刚才那样守，然后。我说，然后我张建平主看中路啊，然后我去帮刘总。对对对，我就这么想的，就在后路被这一包被乌龙烟包打。A 发现了你包，就是一会儿马奥秘还是看你把路是不？嗯，没，
别换了，就我还看你吧，罗。那他还对，就你俩避那儿打闪，准备你就当反。先跟你们说啊，他啊，那就行呗，幺三幺嘛，那跑你自己去 A 就行，你等我们打闪的时候你。哦，那啥，他出门会穿。在新疆那里吗？出门会穿，你们知道他位置，知道吧？第一时间会他会穿。我进去，我不管右手的，只管左手。好好好，我帮你看一下，他都可以穿，他那个点就秒了。我跟着你走嘛，反正我看看。我先跟他走吧。好，你就我带。天，你把路出来啊！回来这边交流了一下，伊塞尔可能更多的还是说想去做一些这个常规的一些手点啊，爆桶，这给四六抽了。帅风又来了，这来的速度太快了，小兵一回头屁股来人啊，世新一回头屁股来人，然后极品也掉了，啥呀，两分零六秒，不对了，掉四个，不对劲儿，这各个点位都出问题，两分钟包下完了，现在就是 W 已经是。不给你打那些我正儿八经正面的一套活，我就是单点也找机会，然后正面我也打你，对，你就来吧，各点出击，玩的就是快，祝你好运。所以这一般是排位才这么玩，真的，你只有排位你才会这样玩。那么一说好像真有那个味儿。对啊，这只有排位会这么打呀。嗯，齐平走了，结果这哥几个全在。对，四六和极品刚回来，前点蹲起吧，啊，要更进一步，更进一步，好危险的，上面也有人，看到人多了，这个视角知道你最起码是三个人在这儿，是，那先给你再控，WE 现在也不着急，他们现在要担心冲门会摸，宝童没露声，要一路进步过，哦，林业这个时候又抽一个 ，A 大。怎么说要想反毕大道拉出来，这一组压枪小雨，哇，小雨这毕大道敢反出来，个人能力啊，抓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时间差，最后剩下爆桶一打二的局面，锁定身位的，再抽一个，这个时候小雨单局四杀，帮助队伍止住颓势，好悬啊，太悬了，真的两方都没想到说小雨敢在这样的时刻主动毕大道清出来的，对，已经B 包点是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了。还有四六，阿伟，这应该不能再有这样时间差了。四六其实在这吃了几次亏了，得理不饶人啊！他见面这两发真的很吓人，这两发要是一枪头一枪身就没了呀。对，刚才看那个准度也有这种感觉。这是要干嘛？你们不会说是要来一手摸中门吧？他好像真有这个意思啊。两边道具先给，摸的就是你的中门。五号位林业也取道具了，两颗烟，两边封住。世新现在得考验你了。世新第一枪吃白了，吃完白了以后再缓神回来，先收掉了帅风，回头抱着这个箱子还有一枪的机会。但是阿伟跳到箱子上也是解决掉了世新，两边补防的队友赶了回来，极品拿到了一波三杀。极品这一波三杀到手之后，现在只剩下林业的一个一打四，小雨这个点位看到一个巨大的枪管，直接一组收掉林业。这样，伊斯达上半场啊，带着一分领先。是。这最后两分，小雨那一分很关键，我感觉。那分可能是影响心态的那一分，假如那分没拿下，真的可能就崩了。对。哎，说的就是这一分。你看都举道具呢，二号位出来直接撞子弹上了，选三号位直接背身要走的。三号位怎么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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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事情？实时胜利预测。又回归到了一个接近的五五开。对，不得不说啊，其实这个小雨他在这个做这种残局上的一些打点啊，包括说队伍打不开局面的时候，他是真的敢去。玩敢去打，小雨挺坏啊，露个声专门，对，专门露个声，你听吧，你就听，我让你看看我泥巴路上不上来，然后一会儿塞个雷进来，他好像已经在举了，是吗？他好像没在水下，那就应该撤了，这时候队友怎么爆点？阿贝，船舱水有骗子。A 仓要准备打了，这一波还是要夹 A 吧。
小雨道具举好，嗯，这颗闪光弹是要摆家里的方向，然后不让你家里能拦过点，但是暴童架了一个相对来说的二点位，嗯，他这个地方不太能吃到这颗闪的。来了，帅风正面直接扛第一口没扛住，石心这个时候把帅风给抽了。是的，暴童是解决掉了四六，嗯，这样确实是要加 A， 但是五号位已经出来了呀，林业。林业这个点现在很关键，自己单人把极品品给抽了。是，主要五号位这个出来的速度太快了，嗯，伊斯塔正面还没有完全说要打进去的意思，稍微在这个井架附近犹豫了一会儿，再给一颗闪。小雨摸出来，另外一边阿伟又赶了回来。这个时候暴童再顺一个，实心这一枪也很快，但侧翼阿伟再拿到双杀，帮助队伍再拿一分。稍微有些慢，我感觉。我其实觉得，进完了井架以后，你都把那个楼梯的位置封上烟雾弹，你就可以准备下一波打 A 的战术了。对，你甚至就空一拍就已经足够了，对吧？待个五秒钟、十秒钟就最多了。十秒钟都有点多了。十秒钟都有点多了，刚才更别提待了。将近二十秒吧，是这个点位得有，你完全是给对方单点从这个 B 大绕出来的时间，绕这个匪家，而且你要说原地阵地战，你也是等着对方过来嘛，你等着对方过来也没什么太大的优势，嗯，而且本身你这个阵地，你阵到这个后期十秒钟之后，你就要带这种匪家居的一个时间差了。这次 A 大来集合一手。小兵这个点应该是一个扔烟雾弹的地方，嗯，这个烟雾弹是正好能把警房的位置封住的，没错，可以，大家也可以学一学，这颗烟雾弹排位里边也很实用，嗯，小心闪光，小心闪光，先砸道具，嗯，这反的道具也很多，第一时间在 A 仓这个位置有点出不来，来看一下后续的这个进点，把烟雾弹照上，第二波的一个闪光和道具呢，封烟，出烟。来，极品先是收掉了帅风，包点这边的话，极品又是一个连秒。这个时候，吴喜龙虽然收掉了小兵，但是各个点位上都掉了。嗯，这个进攻你看道具拉满了以后，确实包点挺难站的。包点主要是看不着人，你站这个后排，前点给你铺一横排的烟雾弹。嗯，主要是现在这张地图，我觉得还没有开发出来太舒服的一个包点站位。嗯，对于保卫者这边，大家好像都在用一套就默认的。站位我们好像没有看到说很多新的东西，就怎么说呢，有点像最早期那会儿星眼刚出来的时候，大家就默认一套打 A，嗯，对吧，满道具打 A， 反正怎么样都是挺不错的一个效果，是我八九颗道具丢在你 A 包点，是确实够你喝一壶的，然后后面才慢慢开发出来了你像酒吧呀然后桥上反打的这种战术，嗯，我觉得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给到选手们慢慢去调整慢慢去开发的。对，插一句题外话，怎么说，什么时候能看着港口确实这个赛季还挺期待的，嗯，又要来吗，这一次的话 W 选择站在了前仓的位置， A 仓的方向架着烟雾弹要强行出吗，这波能出来吗，很难出啊，二号位小兵进去变成一个大红人之后立马就走，但是这颗雷吴喜龙起飞了，但是帅风临走之前好像也摘了一枪头，是林业已经在反断了，人回不来吗，啊，哥们儿这时间差太命侠呀，不是林业，我刚打算回水井口我帮你们去，啊啊，还没有，他四六是听到他这个进水的那个声音的，是所以他在架，他知道水下是有人的，哇，这一波林业又绕了一圈，兄弟我游回来了，游了个马拉松，兄弟自由泳，林业懵了，我是人呢，不是 A 大，你们不是确定没进来吗？但我也没见着回来啊！啊，哥们儿看不着，哥们儿上去了，林业又进去了。因为四六跳的时候应该是漏声了的。林业，水下你就来吧，你就。还有一个要过的，带包的，带包的要倒霉了，完了，完了。四六说：“我过来没人啊。”嗯。哎呦，准。完了，阿伟下来，刚好抓到你是一个自由女神，这波没时间了呀，这主要就是没时间了，所以四六才是那个造型，对，那八秒钟一个人保命了，你把路一跑，
告诉你泥巴路有人，难受死了。你就听着这啪嗒啪嗒的脚步声，你说你心烦不心烦？真的了，专门给你露两声。对，哎呀，这一局地鼠，水地鼠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。兄弟，这一手自由泳确实是游的有点迷糊。对，给对面带包的直接游没了。嗯。回顾一下他的路线，船舱下，嗯，然后这个井口，嗯，中路，再从水下再出，再出，出完之后斐佳，斐佳楼梯蹲起，他这个运动轨迹可能赶上其他队员打个三四分了，姑苏城导游，嗯，啊，一人一枪脚，兄弟两边就是都露这个小脚，对。谁也别吃亏，但谁也别占便宜，君子游戏，各给你一枪的机会。嗯，泥巴路上俩西部牛仔，哦，这边叫兄弟来，哦，你不讲理是吧？我叫兄弟先来反清一手，嗯，但是另外一边毕大道上了，那边我兄弟更多。帅峰这个位置是打一颗闪现保自己身位，嗯。这逼大要强上吗？来了，道具给完，然后石溪先把包点的人给打了，然后二楼这边阿伟也掉点了，知道你 B 板区还有一杆一血的狙。这个我觉得首先来看这一波的残局吧。泥巴路没见，告诉你小心二楼。对，完了，这林业没法发挥了呀。兄弟，我就一滴血，二楼被看到了，怎么说？快跑！这个地儿吧，我觉得你不漏可能是一个最大的牵制力，你漏了反而没什么用了。嗯，这波被反秒是真不讲道理，虽然说赢了，不过主要是感觉什么，帅峰第一时间看到人了，嗯，后点失心给抽的，嗯，然后第二时间这队友再出的话，他好像心里都没有失心那个点位，这一点是比较关键的。慢点，水下，嘿嘿。极品，我来的更快一些。是他让你在里面等他上来，不是出去。来，你听我说啊。咱从后面就是那个啥，狙看比他，阿伟去帮。狙看比他。看在二楼看的。要套雷了。嗯。还你一颗。哦、我走了。喜欢在水里是吧？我给你一颗鱼雷。环境，你把地看一眼。当捕鱼达人。因为林业估计那首自由泳游舒服了，嗯，刚从跳台还没等下水呢，你别下来了。知道 B 没局，大院的后，没进。B 来了，先保命，再还雷，那这一波 B 大道上不来了。对，但是时间很充裕，阿伟真不贪枪啊。别跑，你回去，我看着满血。出来定一个满血。这些嗓子喊出去，对面应该打不了。嗯，两个半血，这还要露一下吗？他就是晃点你两枪，嗯，晃完就走。摇摆机枪手，四六再来。哇，他别说，他每次来都有收获，他能换好多血。是。四六这边是不是换了个二倍包的 CFS M4 啊？是的，要打 B， 但好消息 B 大道全上了，坏消息全是残血，血最多的全被摁住了，血最多的四六被盯得死死的。四六杀出来了，但包童这个时候三杀到手，知道都是残血吗？嗯。我看。二十多秒钟 ，C 四也掉了。去造，哦呦，他不敢下包。是你真怕是一颗高爆手雷？他不光是高爆手雷，他怕人跟闪出嘛。嗯，等你开两枪。二楼要来，四六先埋头。前你把地，前你把地反闹了。二楼。反闹了应该。啊，这个侧身，哦呦，一回头直接给秒了。慢点拆，听我说，你慢点拆，慢点拆。启龙先把 E 松了，但也不要松太久。这
时间其实还是比较充裕的，刚刚最后看应该还有二十多秒钟，是可以给到教练多一些沟通的机会。确实这个残局打的就是说阿伟这个点打的太神乎了，哥们虽然没怎么拿头，但是这哥仨逼大到正面的全部被我放血放个干净，对，我拿了一个人头打了将近400滴血，是的。然后爆头那个点就舒服了，嗯，无论是狙还是手枪，这个基本上你命中就能直接击杀了。对，爆头补过去的是心想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，太舒服了。那这次你再出是不是得针对一下这个点了，前面又续了一颗烟，这颗烟有点深啊，这颗烟其实林业加一点他续这颗烟没问题，咱走吗？这个地儿，这是林业可能会，假如要打的话，可能会吃一颗白，但是他能反应。刚才小斌这个点呢，他是有看到这颗烟是一个其实近点烟，就他要打这个位置，就一定要要这个后点的闪，要完后点闪，要么控一盘，要么就是直接出，直接出，而且他可以抓的。走。小心闪光。啊啊！四六提个道具过来了。我的天哪，这是要干嘛？四六，我拿雷砸死你！一把普通 M 四滴溜着就上来了。小雨，这个速度不慢啊。嗯，尼巴路在这个点应该追不了，应该追不了，他不能主动出击，因为失心到了。是，对，这个时候没必要了。小心闪光，小心闪光，直接反拉必大，帅风过来了以后，过来，这真的是一组，这个左键就没松开过，但是二楼包点。小斌这两枪很准啊，接着踩箱子，反正我也知道我是白虎，我穿不了你，我就踩着上面打你。嗯，再给一颗闪，下个包啊，包点下包被穿掉了，先收一个十几秒的时间，这样包点很被动啊。石鑫，你把路也到了，直接爆头手枪解决掉石鑫，没有问题。在这种关键的节点之下， WE 拿到了这一分，比分来到8-7，这个下包被穿掉太痛了。对，水下接着下，水下，石鑫跳过来，嗯，看一看你中门怎么个事儿，来听一下局内交流。阿伟下，下次打 B 了，阿格里能帮你拦过点，你上去干，别怂。我该吃大白了，刚才。他们下次只当我们延上去吧，就两边，好吧。你也来吧，你也来。又把林业叫回来了。嗯，林业怎么上二楼家了？换个点，出现跳里边溜出来了，还真来啊，手雷来了，一分钟我中了，掉了，知道我掉了，手雷来了，真是我也来了，应该要加油加油，不能退了吧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应该要听一下前方裁判老师回馈的信息了。嗯。正面。嗯，要来了。别动一个，别动一个，四六。再保命。看他，林业这边直接保命的。正面人多，正面人多，道具给上四六，先收一个。阿伟这个方向侧身穿不动啊，他是白虎。四六这个位置，包点内爆头，这是强行过来把包点解决了问题。回头再摇一个，看吴喜龙什么时候赶紧赶到这个正面。两个都在。吴喜龙也是一个残血的状态，爆头又藏了一排，这个位置有可能想不到了。包点去了。这个位置怎么也想不到，先抽一个，再换手枪。回来了以后，最终石鑫等住了残局。这一手是。好，聊这么多，我们也回到了比赛画面，我们看一看目前两边啊，比分是战至了8-8。对的，两边可以说是跟这个单挑的时候节奏是非常类似啊。嗯。又是回归到最初的这个感觉，
两边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，但是目前来说还是想对 B 大道发难吗？四六攥着一颗闪，他这颗闪出手就是大部队启动的时候，闪爆人出，阿伟先保命还一颗闪光弹，要先撤回来，但是正面小雨这个速度很快啊！哎呦，小雨这一组也是把后点的林业给收掉了。那正面大部队选择在这个 B 大的位置先趴一下，因为吃了一颗闪，他给林业收了，然后后续再打道具，然后人不上，知道你大部队应该都回防回来了。嗯，然后这个过点的烟其实也没有说完全给上的。阿伟找到机会把极品这个点给修了。小雨没走啊，小雨没走，小雨拖了一拍。是。帅峰这个位置第二时间他还想着去做反拉，来了正面再一组拼枪，暴童这个方向蹲起的位置又是抽掉了四六，这个时候在烟里面吴奇隆是抓掉了小雨，现在只剩小兵，小兵一打二，知道一个在后面，先定一个在家里，这个头皮枪感觉也有机会，两方都是一个经济满血的血量，然后来到箱子后，吴奇隆再一个闪身出来侧身摘了一枪脖子吗，这个命中的靶心好像是打脖子上了，是大脖梗的护体了，这一手属于再一个正面的拼枪，最后吴奇隆笑到了最后。那这关键的赛点这一分被 W E 拿到了。我想暂停了，那个啥，那个老弟，我觉得他们没有张嘴，有点紧张。颖儿一时半会儿没想出来说啥。他们再这么打，老弟你不用着急抬头打，你就管死黎巴路。你就缠着就行了，我们接下来打吧，你不要管，你别死那么快就行了。他泥巴路是慢来的，他来的老慢了。对，你就盯着他，反正就盯着他，他逼他上不来。要阿龙，你手里不有烟吗？赶紧分开烟就过来补过来就行。我中路烟。对，你赶紧分开。他中路刚刚一点有个丢到去了好像。对对对，他反正有个单点嘛，不管他在哪嘛，你丢就安全一点嘛。要偷你来了就帮他看清楚嘛，先偷你来架。好。我看中路吗？我看中路，你去看 B 啊，你看 B， 我看中路。这是别他们打的。去把他长廊支他，我操，他就在那个近点近点贴上。你们进个长廊，咱那分真能赢的，但只不过死人了。咱把包一包那杀完之后，咱空的时候。好，那就打来。还是那么开吗？他中门。他中门封烟，然后 B 打就封烟，狙不了回防。嗯。好，这个长暂停聊的差不多，嗯，目前两边的比分9-8 ，W E 来到了赛点，能不能进加时就要看一看 Estar 自己的表现了。我们也是要听到熟悉的战歌，在两支队伍。这样关键的局面响起了，决胜图战歌要再次响起。这一次的话，四六依旧是举着这一颗这个 B 大的闪光弹。阿伟看看前点怎么来守，还是要架这颗烟吗？闪出人走，阿伟先还了一颗高爆手雷，但是没炸到太多的血量。这颗高爆显得像个摔炮，只炸到了小兵的一点血皮儿。是。但这边 B 大把人逼退了之后，也是前点直接趴住了。嗯，战歌一响，1分40秒的时间。现在伊斯塔在等诗心回馈信息。是的，诗心的那边单点回馈的信息将会决定下一步伊斯塔的方向。嗯，诗心一号位已经 A 大往前来摸了。另外一边的话，道具也给上，这个过点烟意图非常明显，正面混着烟雾弹。阿伟这一组打的血量很高。是的，小雨先被吸了非常多的一个血量，但是正面帅风主动出击吗？另外一边，实心的单点也被暴桶解决掉，正面阿伟再收一个，两个人的身位全部被锁定，最后只剩下极品也被清掉。那我们可以恭喜 W。